咗一場非常之精彩的長跑。個好重要的環保議題咧，係全球關注的，一方面咧就應對氣候變化，邁向碳中和。減數的其實我咧喺香港今時今日唔難做嘅。其實我自己都係喺呢個學習同嘗試階段。我知出到街會唔會有嘢想買啦，咁啊盡量帶備一個環保袋啦。